快手的家人们，咱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场地继续教撒网，想学撒网的8点半锁定直播间。咱们呢先剪个网，让老铁们看一下，这是新网，一开始呢这个圈呢稍微小一点，最后一圈呢手啊伸得可以大一点，把这个网呢提着离开地面，然后呢用手一捋啊，把这个网呢成一字形在自己身前排开，从自己跟前的位置往外拉，要先在原地啊剪成一个大圈，看到没有，抖一抖啊，抖成一个大圈，然后收一声，收成一个小圈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网的话就剪好了啊。剪完以后咱们开兜门的时候啊，离地30公分就和自己膝盖位置差不多的时候，并排拿起两个兜，放到左手大拇指的位置给它压住，压住以后呢开始剪，剪的时候啊也是离地30公分和膝盖位置差不多的时候啊，呈45度倾斜角往上剪，一定要剪得仔细啊。然后呢最后了，剩下1到2个兜的时候，离地20公分勾起一个兜，放到左手内侧给它捏住，捏住以后劈网啊，老铁们有的时候这个翻手腕它不会翻，翻手腕你看啊，抵起来顺势，然后手腕这样轻轻一翻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坠子啊剪的呢全部裸露在外边，然后撒的时候两脚站稳，向后一摆往前，你看轻轻一撒。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啊，直播马上开启，现场教你们撒网，有喜欢撒网的8点半来到直播间。